朴智勳呢日喺香港舉行首個個人 fans 見面會。自從年初王樂韻解散之後，11名成員就各自發展 ，fans 千等萬等，終於等到成員嚟香港啦。雖然就同防彈少年團同日嚟香港，但係會場仍然全場爆滿，人氣不減啊！朴智勳一嚟就穿上白恤衫，大跳性感舞暖場，搞到 fans 瘋狂尖叫冇停過啊！之后佢就换上黄色西装，用广东话同 fans 打招呼。老师，大家好。美满系我心里边首张。出咗名锡 fans 嘅智勳，除咗学广东话冧 fans 之外，喺前一晚仲着住浴袍开直播添，大家就梗系有睇啦。啊，진짜요？어제뒤에들으셨나요？아，네，제가가운을입었었죠。깜짝이제서프라이즈입니다。네，가운을입고해봤습니다。샤워전이었어가지고，네，샤워하기전이었어가지고，네，가운을입었었어요。네，다음번에도가운을입고또아이감사합니다。